苏伟乔、吕俊基等，而当年啱啱出道、年仅17岁嘅徐志贤，更加化身成小 fans 去访问韩国人。
事情嚟嘅。需要拍照的朋友请慢慢从这边开始好不好，从右手边开始啊，一个一个的来，需要拍照的话不要混乱，一个一个来，由右手边开始，慢慢一个一个来。请离开台前。